其实我才是蒙恩宠的，蒙上帝的恩宠，也谢谢你们教会宠爱我，让我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跟你们一起敬拜，分享上帝的话，跟牧师跟弟兄姊妹有团契，也是温暖了我的心，也激励了我。我刚从欧洲回来，我是去到巴黎，巴黎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为着我们马敬神在巴黎法国的婚宴举行开幕典礼，那是我们在欧洲第四个婚宴，把荣耀归给上帝。同时在那边就是跟欧洲的各国来的华人教会的代表一起来筹划，在明年五月份就要在巴黎举行第二届的华欧宣教研讨大会，所以我们去物色场地，还有做了一切的安排。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罗马有第一届的华欧大会，那么很荣耀上帝，因为面对着欧洲的危机，我们提出了今天华人教会怎么样跟欧洲人的教会一起来面对。所以在明年的大会，我们期望上帝能够继续做他伟大的工作。所以我就到了巴黎两天，那么再到英国两天，主要是见我的女儿，然后就回来了，感谢上帝啊。那么在过去这一些年子里边，上帝让我有机会去了很多地方啊，超过70个不同的国家，像超过170个不同的民族都有机会接触，还有直接和间接的服侍他们，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我生命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如果没有耶稣，我就什么都不是。如果没有耶稣，我不只是不会站在这里，如果没有耶稣，我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空，只不过是一篇的笑话。你的生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耶稣把永恒带给你，你怎么样的轰轰烈烈只不过是笑话一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他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他所应许的一切在他的里边必然成就，就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实在。 Amen， 你是活得很实在的，全部都是因为主耶稣。所以我内心里边就很有这个感动啊，用这一段时间告诉你耶稣基督他的奇妙。其实上帝赐给我们所有上帝的儿女跟基督徒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很奇妙的东西，其实不是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以及圣经，上帝的话语，就是神的道透过肉身呈现出来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以及透过沉文默示写出来的道，就是圣经，乃是我们生命里边很重要，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支柱。而你会看见，其实耶稣基督就见证了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也是给耶稣基督做了见证。所以今天的讲题叫做奇哉预言，奇妙耶稣。大家讲一次，奇哉预言，奇妙耶稣。圣经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在这边主要是说，上帝高举他自己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一出，永远从来都不会落空。因为上帝的话语不像人的话，上帝所应许的是必然成就，不是可能成就，是绝对成就，不是很有可能成就。所以上帝高举他自己的话。加尔文、马丁路德在解释这一句圣经的时候也是这么样的说，为了上帝他自己的名，所以上帝高举他自己的话语。所以当我们
越高举圣经，越高举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越尊主的名为大，感谢上帝。我们也看见双重的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道耶稣基督和成文的道圣经。双重的道其实带来了双重的见证，圣经见证了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而且耶稣基督更是把我们所看不见从来没有见过的上帝把它完全给表达出来。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神，也没有办法见上帝的荣光，如果上帝突然间完全向你彰显，我看你马上化成一片灰，因为上帝太荣耀了，太圣洁了，我们远远的远远的只有在那边张扬他，就好像太阳一样，你可以接近多少，你不能接近太多，只接近一点点你就已经不存在了。你的眼睛盯着太阳，如日中天的太阳，你可以看多久，你多看一会儿你就瞎了。而上帝的荣耀是那么样的大，我们肉体的人，我们有罪的人，根本不能够直接注视他，根本不能够亲近他。但是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 Amen。 所以我们就透过主耶稣基督真正认识了那一位上帝，我们所见不到的上帝，透过耶稣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让我们能够经历了，看见了，认识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上帝是何等的威严跟荣耀。所以圣经就是把耶稣基督给表明出来。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永生。耶稣基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所以圣经呢，给耶稣基督做见证。而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里边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的就给圣经做见证。所以圣经见证了耶稣，耶稣见证了圣经，成肉身的道见证了成文的道，成文的道也见证了肉身的道，双重的道，双重的见证。而耶稣基督不是公元2000年那个时候才开始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就是那道，是太初，比最初还要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是一切的一切，一切的根源。就好像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道家思想里边也是道是一切的根源，从那边才有一出来，才有二出来，才有三出来，才有万物出来。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知道吗？我们说知道，其实知道是很不简单的，因为那个道是太初有道，是包含一切的道，你知道吗？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凡所有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时耶稣基督透过犹太人的血统来到了巴勒斯坦的地方，但是他说，我来到了自己的地方，但是我自己的地方却不接待我，我自己的人却不接待我。我们也看见到今日许多的犹太人还在拒绝耶稣基督，就是那应许中的弥赛亚。我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好几次，我近几年呢，心中最感觉到迫切的一件事情，不只是到那边看死的石头，就是圣地之旅，乃是在那边看见圣民的需要，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也看见上帝的所爱的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这块土地上他们灵魂的需要。去年
我带着100个人，就在 Trump 宣布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那一天，我们跨过了约旦河，进入了以色列。那么也就在那一周的里边，我们特别是邀请了120位在纳粹大屠杀底下幸存者还生还的人，来到我们为他们预备的场所，跟他们一起点亮那光明灯，庆祝光明节。同时就在那里，我把约翰福音3:16向他们来传讲。他们历经了多大的灾难，多少的痛苦，在当时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跟收容他们，除了中国。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好？而来到了今天，那120位是80多岁、90多岁的真正的老人家。如果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的名，那是不幸中的大大的不幸。所以我心里边很大的负担，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感谢上帝，在以色列有同工，有犹太人的同工，愿意在那边就是探访他们的俱乐部，探访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来把福音带给他们。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时他自己的地方跟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是他却在这里对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凡是接待我的，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之所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因为单单因为我们接待了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所以你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你的心，因为你已经打开了心门，接待了耶稣基督，你信他的名就是接待了他。 Amen。 所以你是得救的， Amen。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 Amen。 你是接待主耶稣基督的， Amen。 因为你是信他名的人，凡信他的就是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是一定得救的，你要记得，你不要说我可能会得救，你是一定得救的。 Amen。 因为你接待了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你没有一样好，我也没有一样好，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奉献了多少，不是因为你多热心，不是因为你在那边跳得很厉害，最重要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 Amen。 凡接待他名的人，上帝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Hallelujah。 凡是上帝的儿女举手， Amen。 你不举手，你是上帝的孙子啊，上帝的儿女， Amen。 感谢上帝，凡接待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这个权柄，可以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你从伊甸园一直到伯利恒，你都看见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儿子都在里边，是何等的奇妙。就在伊甸园，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咒诅跟审判刑罚的预言被讲出来，但是同时也带来救恩跟救赎。因为对蛇说，因为对女人说，说什么呢？因为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蛇要伤你的头，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你看见吗？你听见吗？你听清楚吗？是女人的后裔，没有讲男人的后裔，因为是童贞女所生，其他都是男人的后裔，唯有在那边说女人的后裔，对吗？通常我们讲是王美中的后裔，比较少说谢美莲我太太名字的后裔的，对不对？都是以男性的族系为主，但是那边说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作为魔鬼撒旦代表的头，而魔鬼撒旦的代表那个蛇，他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因为那个钉也钉到了他的脚跟。
就在伊甸园里边，我们看见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生，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到伯利恒里边更是奇妙，因为竟然就降生在伯利恒。几千年怎么会知道上帝的儿子降生会降生在伯利恒呢？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都按照上帝的计划和预言，一切一切的成就。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里边最大的丰富，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盼望。而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宣告，他的宣告本身就是给你的应许。他说，我就是他，你们众人在寻求上帝，你们众人都在拜拜。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就在槟城，槟城不论槟岛或者是在北赖，许多的华人都在那边拜，到处都在寻找神。但是犹太人找神，华人找神，印度人找神，神在哪里？哪一位是真神？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他，你们所寻找的，我就是他，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完全的救主。 Amen。 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所以他能够满足你生命里边一切的饥饿。你吃了还会饿，你吃了还会饿，你吃了会过饱，但是耶稣基督，你有耶稣基督丰富，你不会过饱的。我们吃太饱要呕，耶稣基督充满你，哇，你会很丰富的，不会呕的。你喝了还要渴，你喝了还要渴，就像耶稣基督对那井旁的妇人一样，因为放纵情欲，因为寻找世界的东西，所以你会不断的渴，就好像喝海水一样，喝了还会渴，喝了还会渴，不止喝了还会渴，喝了会更渴。你追逐肉体的享受，欲望的满足，结果就跟喝海水一样，你喝了还会再渴，唯有吃我所喝的水，耶稣基督说，就永远不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世界的光。世界是黑暗的，灵性是黑暗的，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所以他能够驱除你灵性里边一切的黑暗，你生命里边的一切黑暗都能够被主耶稣基督的光所驱散。他是羊的门，就是通往上帝，通往丰盛，你要找门，他就是门。他是好牧者，他关心你，他照顾你，你需要水，他带你到溪水旁；你需要草，他带你到青草地。你在死荫的幽谷，你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你，都牵引你，都保护你。甚至在敌人的面前，他保护你。敌人在那边猖狂猖獗，你还能够坐下来好好享受你的筵席，因为他是你的好牧者，他关怀跟照料你，不会出差错。人会出错，上帝不会出差错。你信靠他，他会让你看见他的真实和他的荣耀。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人不能够得胜的，罪是不能得胜的，虚空是不能够得胜的，死亡是不能够得胜的。多少哲学家，多少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得胜罪、虚空跟死亡，但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得胜了罪恶，我得胜了虚空，我也得胜了所有一生都不能够得胜的死亡。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满足你三重的需要。你迷失了，你需要道路，耶稣是道路；你犯了错误，你需要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你的灵性的光景死了，你需要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生命。 Amen。 所以耶稣基督他就为你预备了一切，就在他的里面，你有了永生，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这一生感谢上帝，
成为真正的有意义。而因为有耶稣，你在世间的日子只不过是一段的旅程。这段的旅程可能很刺激，这段的旅程可能你觉得很平凡，这段的旅程可能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而行，这段的旅程可能有一些的意外，但是没关系，不论怎么样，这只不过是一段的旅程。因为真正的归宿，真正永远的家，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在那将来，是在永恒里边。 Amen。 所以你在这个旅程里边，你不要太在意有人对你不好，你不要太在意，就好像你去旅游一样，在街边有人看着你眼神不太好，你不要太在意。 OK， 你离开那个地方那就算了，对吗？你离开了，你回到家，家里才是你平安之处，我们的永生之家，那才重要。旅程里边有什么不如意，那都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 Amen。 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跟生命。因为这样，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去发现原来成文的道、圣经见证了肉身的道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怎么样又真正让我们看见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语啊？我把耶稣基督他出生的那个预言跟应验来做一个对照，你就看见上帝的话多么奇妙，而你会看见上帝话语的奇妙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他的出生开始，预言的部分我请你们读，来，你们来读，请。这里说他是大卫的后裔，而且呢是从耶西都本必发一条。你看见路加福音第三章里边应验的时候讲说耶稣他是耶西的儿子，对吗？很早之前所做的预言到最后在新约的时候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谁的儿子？就是谁的儿子？耶西的儿子，就是耶西的儿子，不会是耶东耶南耶北的。喂，你会发现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的孙子大概会长得怎么样？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可以吗？或者你的儿子大概会长怎么样？你试试看去画一画他的画像，那么你就想大概有点像我了。还有你想想大概我要娶谁咯，把他呢也画在里面。那么你可以想象孙子是怎么样吗？孙子的孙子是怎么样吗？十代以后、五十代以后、一百代以后，那个后裔是怎么样的？你画得出来吗？你怎么知道中间他可能你某一个儿子娶了印度人呢？你怎么知道可能在中间他决定不婚呢？他是收养不再生呢？但是你会看见圣经的预言就是这么奇妙。那个画像画出来，准确的画出来，不是拍照的，画出来的。有几十个人用几千年的时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画，还画得出来，而且前面跟后面一点矛盾都没有，他的血统纯正的，没有印度人的血统，都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的血统。你看见吗？是那么样的奇妙。你读这个预言，伯利恒，应验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的，一定是要伯利恒出生的。北赖就是北赖，不能够冰岛，明白吗？不能够怡保，不能够太平，
一定是伯利恒。当玛利亚在那边被圣灵感孕的时候，你到圣地去旅游，你会到一个叫做报喜堂，有没有？那报喜堂啊，很多就是我们去的圣地团呢，都会轮流在那边唱歌的，有没有？你记得吗？在那边轮流，因为那个是报喜堂嘛，我们就轮流在那边献诗嘛。那个就是玛利亚的母亲的家乡，所以玛利亚是在那边的，不是在伯利恒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一定要出生在伯利恒，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在当时，雅古斯都在位的时候，有三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时候设立几点，其中一个点就是伯利恒，所以当时很多的犹太人都要到伯利恒去，因为人口普查，你看见吗？因为他一定要在伯利恒出生，所以约瑟跟玛利亚一定要到伯利恒去。这不是由该撒控制的，也不是由官员控制的，也不是由约瑟控制的，不是由玛利亚控制的，那是上帝很早之前在预言已经写了出来的，一切都按照上帝的预言来进行。感谢上帝，很奇妙。读这个预言，这个预言就不简单了哈，因为不只要怀孕，还要童女哦，就是说没有结婚的，也不是未婚而有了行为以后怀孕的，就是没有结婚的，清洁的、圣洁的、有贞操的，还给怀孕会生子，谁敢做这样的预言？如果不是一定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的上帝。连名字都取好了，叫做以马内利，没有第二个名，以马内利。所以圣经说，关于基督降生的地点，在预言中提到的一些的地方，你看见伯利恒就伯利恒，而且还有埃及，还有埃及。所以大叙利当时要逼迫要杀害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因为他妒忌，他怕他地位不保，因为犹太人的王要出来。结果呢，耶稣基督被约瑟玛利亚带到埃及去，又要在拿撒勒长大，所以最后又回到拿撒勒。一切呢都按着上帝所给的剧本一一的把它演出来，因为导演的就是上帝。预言请。所以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应验了圣经说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上帝所说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称为以马内利，读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不只是耶稣基督的生，有关耶稣基督死的预言也是清楚的预言，在圣经里边就在几千年前已经预言了。不止预言生，生的那么样的戏很难的了，对吗？你要预言你的孙子的孙子怎么样生都很难的，在南华还是在 Island 还是 GH， 这个是很难的，对不对？然后名字也不是由你控制的，那么连死呢也预言，而且死里边呢一共有几项呢？我只是把当中其中一些明显的几项证据呢给你看看而已。他死呢是被朋友出卖的哦，他不是高血压，也不是高血糖高脂肪而死的，他是被朋友出卖的。他跟强盗同钉哦，一定要强盗哦，不能够是传道哦，一定要跟强盗同钉哦。他把自己交托神，他有信仰又能够把自己交托神，还有他被卖30块钱哦，
不是70块哦，不是26亿哦，就是3、4块哦。他为钉他的人祷告，被钉的时候他还要祷告的。他的朋友远远站立的，远远站立 不能靠近的，很远哦。门徒都离弃他，他们在那边嘲笑，所以圣经里边连那个嘲笑的样子怎么样，咬嘴啊撇嘴啊，全部都画出来，最后全部都应验出来。还有呢，他的骨头不被打断，通常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刑罚，那些囚犯骨头是被打断的，唯有耶稣基督的骨头不被打断。他被假弟兄控告，他的衣服被人研究而分，在那边弯度打了一送，整个大地被黑暗所遮盖。当他死的时候，他被嘲弄，被鞭打，被神离弃，还有他跟有钱人同埋葬。哦，这么样哦，就是被刑罚以后还能够跟最有钱的人埋葬哦。你发现吗？他的手脚一定要被砸，被钉穿，他会渴，还要死之前很渴。还有他是自愿的死，他不是被逼的，他的死不是因为官员，是因为他自愿的。哦，刚才给你看的其实一共有18项，18项有关死的细节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看他被朋友出卖，你读。啊，吃过我的饭的也用脚踢我，真的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犹大吃了他的饭，用脚踢他，把他卖了，被卖30块钱。你读。啊，这个是在旧约，你看这么久之前讲的。马太福音说，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奇怪，敌人好像就要跟着圣经来做，他们没有好好读啊。如果那个时候他给40块就不一样了，对吗？就是要给30块。请。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都逃走了。读。应验，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有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你告诉我打你的是谁？”在那边嘲弄着他，他的手脚。然后应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耶稣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读。炼究。所以就是死的时候，在前面有人为他的外衣，为他的礼衣，在那边赌博。这个好像不可能的，怎么会这样？但是不可能就是可能，因为这个是圣经的预言，就应验了出来。兵丁就拿他的衣服研究，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哦，他受口渴之苦。读。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喝醋啊，不是 Coca-Cola。 有吗？再来。羔羊的骨头一颗也不能够折断，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与妇人同埋葬。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安放耶稣的尸体在他的新坟墓里，跟有钱人同埋葬。哇，我们在这边很多人读的时候，怎么可能这一切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也很多人说这个约瑟真的很有信心，门徒都离开他了，他还愿意把耶稣的身体放在他自己的坟墓里边去。那有一段的对话啊，这对话大概不是真的了，就是比拉多嘛，比拉多
跟约瑟都是好朋友，官员跟有钱人都是好朋友的。OK， 那么他就跟约瑟说：“约瑟啊，你是大财主啊，你刚刚盖了一个大坟墓啊，新的坟墓是给你和你的家人用的，你为什么给这个穷小子拿撒勒人耶稣放在你的新坟墓里边去？”约瑟就笑笑说 ：“It's okay, just over the weekend。”他说没关系，只是周末罢了，三天两夜。因为约瑟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他有信心。Just over the weekend， 他是自愿替人死的。你读预言。应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读这个复活，请。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而且要复活，不知生了哪里，怎么样的生，不知怎么样的死，死的十八个细节，还有不可能的还要复活。而这一切都应验了。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当然其中一个最精彩的就是要看那个空坟墓。我去了几次，这个是最近一次太太有跟我去，所以我就用这张照片。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每一次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的信心就满满的。 Amen， 坟墓是空的，信心是满满的。跟你旁边的人说，坟墓是空的，信心是满满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Amen， 哈利路亚。你看多么的奇妙。如果你觉得这个你还不能够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圣经的话是何等的奇妙，你可以看旧约里边有关以色列的复活、复国跟应验。蔡春熙博士是我在圣经考古还有中东宣教里边一个好朋友，他对考古研究得很深，去耶路撒冷带团超过100次，我想他也有讲有关于以色列的复国，对不对？是何等的奇妙，不可能的复国。一个民族如果亡国了500年以后，那个民族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欧洲人移居到美国，第二代已经很难分得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华人移到美国，第三代一定变成香蕉人，皮黄肉白。但是犹太人一代又一代被各国厌恶，被屠杀，历经多少年代，他们还是犹太人。而且呢，圣经说他们会复国，不可能的。一个国家亡国了500年以上是不可能复国的，但是因为是上帝的话语，圣经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周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哪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由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也不再分为二国，就是南北国成为一国，不可能的。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看见它成为了可能。而整个阿拉伯的世界，他们不能够忍受以色列的复国，他们决定要把以色列踢到地中海去。因为环绕着以色列的都是在那边强大的阿拉伯国家，所以立国第二天联军就准备好了
要开战，但是联合国突然间下一道命令停战，还有一些手续要办，不能够打。结果以色列的总理赶快飞到美国去，在那边叫有钱的犹太人啊，国家要黄啦，你们要捐出你们的钱啦、啊！所以呢，他们就把钱都捐出来，他们就买了在大战以后留下来的那些飞机弹药，结果把它运回来，运到回来，那个协议停战的协议一取消，阿拉伯国马上要打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准备妥当，一个一个打了他们。结果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竟然胜了。第二次，又是他们胜了。第三次、第四次，又是他们胜了，而且有很多的奇迹。因为当以色列的那个飞机飞到埃及的空中的时候，雷达竟然探测不出来，就要炸的时候，埃及的指挥官那天刚好不上班、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那个抵挡上帝的，在开战的前夕，总统突然死了，他们决定用赎罪日，因为知道赎罪日以色列人都不工作的，我们趁那一天把他们毁了吧，700辆的坦克车向着耶路撒冷东部而行，走在大桥的时候突然间全部都开不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那个供油车他们要油的嘛，从后面供油车竟然跟不上，所以停在那边。这样也行哦。那么隔天呢，他们要打的时候、当时的仪器没有今天那么好了，没有 GPS 嘛，所以他们要瞄的时候，那阳光在上从正面照他们，照到眼花缭乱，瞄不准了、但是呢，以色列人顺着阳光呢，一个一个把他们给炸毁，很多很奇妙的。所以因为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以后，他们不敢再打了。而现在以色列虽然是最小的国家，却有整个中东最强大的军力。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集，从四周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以色列历史的真相见证了神是宇宙的主宰，神掌管历史，他的预言从不落空。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能，他的手是在怎么样的工作。而接下来最大的预言就是主的再来，因为圣经里边有很多篇幅讲到他必快来，他必再来，世界末日迟早的问题。我们祷告不在我们这一代发生，但是又祷告不要我们下一代发生，那不可能的，因为总是会发生的。因为主总是会来的，问题是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你不要 left behind， 就主来的时候你不要留在这边，还在敬拜赞美啊，主已经来了，我们都被提了，你应该怎么样呢？你们中间凡是有智慧也明白了上帝的道，你就要在地上，主还没有来之前，这个末日还没有临到之前，你要过高尚正直的生活，要谦虚，因为你不算什么，我不算什么，没有耶稣我就什么都不是。行善做上帝要你做的，以此作为证明，因为上帝的话就是摆在我们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他的降生，透过耶稣基督的死，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透过以色列的复国，让我们深信主再来的预言也尽快要应验。我们当警醒度日，如今好好过高尚正直的生活，谦虚行善，以此作为证明。 Amen。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侍奉上帝，你应该怎么样为上帝而活，你应该怎么样爱耶稣呢？就在今天，就在地上。
在天上每个人都会爱啦，最重要是在地上。在天上每个人都要敬拜，怎么样敬拜，重要的操练就在这里。你这里怎么敬拜，恐怕会决定你在上面怎么敬拜。你把敬拜练好，把祷告练好， OK， 把跟主的关系搞好， OK， 在上面的时候对主才不会太陌生。 Amen。 今年是狗年了，狗年，其实每一年都是上帝的年了，但是狗呢是我们的文化当中，狗也有好处的。 有谁笑狗的有吗？当然有，当然有。Yeah, 笑猫的有吗？笑猫的没有笑猫的哈。那狗有很多优点的哈，有谁家里养狗的有吗？有啊，好。有谁家里养猫的有吗？也有了哈。很多女人呢，女孩子很喜欢养猫的，很喜欢养猫的，波士猫哇。猫在家里做什么？通常睡觉啊，没有做狗的是啊，主要是睡觉的。他就睡觉，他就玩一玩，然后就跑来女主人旁边，在那边坐坐，等什么呢？等女主人摸他的头，从他的头摸到他的尾巴，就这样摸摸，然后他满足了，又跑去玩了，再跑去睡觉，然后不久又跑回来。有时候干脆坐在女主人的膝上，在那边做梦，等女主人摸她的头，摸她的身体，摸她的尾巴。很多基督徒就像猫一样。做什么？没有做什么，整天玩睡觉。然后就跑到上帝面前，上帝我爱你，你爱我吗？然后上帝摸她的头，摸她的身体，摸他的尾巴，他觉得很爽，就喵喵喵，是不是？那又跑去玩了，又跑去睡觉了。猫有没有做老鼠啊？有吗？猫做老鼠，我们跟小孩子讲的，你的猫那里有做老鼠，偷吃鱼就有了，偷吃鱼。吃了鱼你要骂他，他又过来喵，你摸他的头，还跑去玩了，对吗？那狗呢？狗？狗这样啊，狗有没有跑来等你摸它头？有啦，因为有一些人也喜欢养狗，养像猫的狗。但是真正的狗不是这样的，你看那个狗啊，整天在门前，老鼠出现不是猫跑去的，还是狗的哦。日也是守着，夜也是守着，日夜都是警醒的，对不对？到处看，到处找事情做， OK， 保证主人的安全、啊、然后偶尔跑回来一下，主人摸他一下，一下罢了，他还跑去做工了，不是跑去睡觉的，跑去做工了、但是呢，女主人通常抱的是猫，够了，让她做工。那基督徒呢？要像狗了，不要像猫。忠心、殷勤、工作，等候主的再来。你知道吗？如果是猫会祷告的话呢？你知道猫是怎么祷告的吗？猫呢就喵啊，猫就把一张清单拿出来，他写的，我天天要吃鱼，新鲜的鱼，我一天要洗澡三次，我每天最少早午晚要三次，从头摸到尾，等等等等等等，哇，写了以后，下面呢？他帮上帝写了名，上帝，那么叫上帝你签名，这是我的祷告签名。这是很多基督徒、啊、做猫的祷告，很多东西上帝签名，我是你儿女啊，签名啊。我侍奉你啊，签名啊。但是狗呢？狗祷告是怎么样的？拿一张纸，长长的纸拿出来，
OK， 下面写 Go， 签名。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你写，你写。上帝的话语真实，耶稣基督是奇妙，上帝是又真又活，宇宙的上帝，历史的上帝，我们人类的上帝，他是轻慢不得的。但是你是怎么样的为主而活，你是怎么样的对上帝贪图享乐，只求安慰，只要祝福，还是你愿意日夜都忠心爱你的主？你们中间谁是真正有智慧的？因为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你如果明白上帝的道，你要过高尚正直的生活，要谦虚请行善，以此作为你是上帝儿女的证明。 Amen。 我们站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从你话语当中看见了你的奇妙跟真实，你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因你的话语里边的预言，耶稣基督果然是大卫的后裔，在伯利恒的生，去了埃及，生长在拿撒勒，同真理所生，被取名叫以马内利。而耶稣基督死的十八项的表记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又得胜一切，从死里复活。我们不信他，还有谁能信？我们不全然的相信，我们怎么样对得起我们所领受的启示？所以主，你帮助我们有敬畏的心油然而生，这一生我们要高尚正直谦虚行善，以此作为我们信你的证明。你帮助我的弟兄跟姊妹，我们看见你的手在历史里边，在以色列的复活当中，复国之中，我们也看见你终要结束人类的历史，因为末日必然来临。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平安，我们有保障，我和我一家因为你都必然得救，所以我和我一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主啊，没有条件的，殷勤的，忠心的，而不是只求祝福只求安慰的猫一样的基督徒，我们愿意为你工作，愿意把自己摆上。主啊，凭你一行，你赐福恩待我的弟兄跟姊妹，让他们能够这样为你活，他们就知道原来就这样的活出高尚正直的时候，丰盛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边。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丰丰富富，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感谢上帝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阿们。